特色农产加工品，让消费者不管在任何时阵，拢会当食到在地农特产。国立嘉义大学将要欢庆104周年校庆，到时阵将有30多名嘉义大学毕业的农会总干事，带着农特产回来报校展售。已经由嘉义县水上乡农会、鹿草乡农会和欢乐乡农会带着农会新产品回来宣传，不只是推广优良农产，也展现出嘉义大学培育专业农业人才的竞争。我们嘉义大学在嘉义地区一直扮演的相当重要的角色。我嘉义毕业的这么多优秀的迄个校友，即马拢伫台湾各地区哦来做这个总干事。嘉义大学104周年校庆，将要邀请全台各地区30多名校友、农会总干事，带着农产品回来母校展售。按算有40间农会共同参与，场面盛大。鹿草乡农会今年新推出的秋葵罐头礼盒，秋葵做成剥皮辣椒和黄金泡菜两种口味，创意十足，也提升农产品的附加价值。今年特别推出吼秋葵诶两种口味礼盒吼，秋葵五月到九月是大生产啦吼，啊有当时啊过夜生产过量的时阵会放落，啊所以农会拢会去这段市面上介绍较少的时阵，啊给收过来承包来做加工的部分安尼。我咧咧讲阮吼，我加工是100%纯的，啊所有。生产的然后起来，阮家己伫农会，家己落去做，家己落去拍，家己落去包装。水上乡农会生产的莲藕粉，拢是家己拍、家己包装。总干事林昌贤对莲藕粉的品质是非常有把握。欢乐乡农会嘛，将起饼上的起生做成鸡汤礼盒，农产加工品创意百款。家己大厦季节培育专业农业人才，有超过一半的校友伫农业相关领域服务，希望帮助农民生产和推广优质的农产品。记者周淑信采访报道。